好暗哦，暗的我有点感到毛毛的。我们先上去好了，我觉得。我们先看那个，先看这个。对，哎，他开了，果然。要检查一下，哎，好哦，所以他是要我们先去拿手电筒，然后再那个，再进去异次元。是啊，要先拿手电筒，我们再穿到异界嘛，然后到异界我们就变得神了，因为我们有异界没有东西，是这概念吗？别啊，我还不想穿越啊，我可不想在这时候突然搞穿越啊。叮，半夜2点开台，真的假的？那时候我睡了。你没装电池啊？你忘记我们有在一个地方拿用电池吗？拿电池啊。OK，no problem。呵呵呵，哎哦哎，开关灯，是，OK 的 OK 的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不用说了，我们来当然去异次元柜啊，哎呦，让我们来穿越异界吧，孩子们，让我们一同穿越到异界去游玩。我除了讲到游玩，我也想不到什么，呵呵。进去吧。哦，这里是。哎，他是不是在闪啊？女生更衣室。嗯？一个男生怎么会知道是女更衣室？以前朋友拉我来。而且这边好像没办法，这边好像是没办法那个，好像没办法开关灯呢。哦，浴室，我们成功进来浴室，不是，哎，学姐不见了，哦，想冲澡的这时候。巴掌和拳头，你自己选的两个都要，白目哎、欸。还有那小碎步了，毕竟是非常实习。画面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想歪了。从这里出不去，一切正常，到底，位置里，一切正常，哦耶！不可以看，不可以。我们身为一个有道德的男性是不可以看的。你在干嘛？刚刚跳得太不可。安慰才要检查一下，是这样子吗？学姐不见了。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学姐怎么会不见？哎呦，他气氛变得好可怕啊！学姐怎么也不可能在这里，哎，难说，搞不好你等下发现学姐的尸体被埋在里面，好，不太对吧？我们先请教一下那个叫什么名字，神什么？神智？对，我就找他上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好聪明啊，这个
原来主角是有智商的，我现在才知道啊。遇到困难了吗？有点麻烦，学姐不见。果然，其实我刚才看见学姐从教室门前走过。他开玩笑勾引我们的高林，可能。他就不是人，捡尸，不要，我不想捡那种碎块啊，我比较想要捡正常的。我刚刚什么话都没讲，你们刚刚听错了，那其实是我弟讲的。发生那怪，凡事的学校以后他不都在场，搞不好我也会有危险。你转的挺快的，有一股不好的气息，是带有怨气的恶鬼。突然很想离开这里。所以现在是我们要自己冒险的时候。银狐，你很没礼貌，什么叫区区想人想解释？是男人都想不出来，我什么话都没讲。你们刚刚那个是那个搜讯不好所造成的。不行啊，学姐是我的、啊，谁都不可以动啊。所以学姐真的有可能在顶楼对了，也没有啊，奇怪，学姐也不在这啊。门脏脏，没有，因为你才是这里面最脏的，不要装了，我们都知道，好不好？也不是，衣物是传来，哇，原来在这里啊！好，我们要来夜袭。学姐，你过来吗？啊？我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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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东西，温肚子，你。哼哼哼哼，那个剧情，哈哈，夜袭，真的是夜袭，你是正常男人。David， 你好，说好恐怖游戏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、啊，这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所以我们到底玩的是不是正常恐怖游戏啊？什么咔嚓一声？你不是学姐，啊，她是人体模型。亲妹妹就是我啊，在抱歉人家，靠鱼好恶心哦。靠鱼，我被磕死角了。来嘛，人家喜欢你啊，有点抱歉啊。非常大，不要在意这种事情啊！真的是恐怖游戏，瞬间直接从一个正常人变成那个恐怖的人。突然假经过，你好 ，boss 阿萨，高高高的你好，玩沙野之歌，恋爱猎奇作品，那个真的不会怎样吗？满意了吧？重新搞一副皮囊去，最好别再出现了。到底，我不行，人体模型我不行。麻烦请给我正常一点，不要给我这种的。那这样学姐会跑到哪去啊？当局者迷啊。来吧，还在这边呢，哈哈哈，想不明白，所以决定不想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他会不会其实还在这里啊？打不开了，有没有被我猜中啊？救我！哦。你想对我们的学姐干什么？
学姐是我的。哦，这没问题吧？这是没问题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呦呀，你要骨折了？你怎么知道只是在学酒特异功能？下次可以玩沙野之歌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血腥。玩最血腥的游戏应该是，玩最血腥游戏是什么？我想一下，忘了耶。笑得好邪，没有，你们都误会我了。其实我刚才很紧张，只是我要掩饰我紧张，我只能用笑声来掩饰，懂不懂啊？有点吓人。教室办公室钥匙。怎么没反反应？其实 ，Hello， 你好。其实我是很紧张，我是刚刚并不是说很兴奋，我刚刚其实很紧张的。对，那个，我要用我的笑声来，不要争执啊，不明，零五你也是。对，那个你上次那游戏哦。人体模型，哦，what the？ 第一次从事比较紧张，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你们难道没有注意一下那个人体模型不见了吗？有点小碎步了。冷静点。这样的切换真迅速。那笑声好可爱啊。什么阉割版的，什么意思？社群成分不重，什么意思啊？等等，什么阉割版我不懂哎。那谁会吹那个小事？他自己动了。不是吧？你也扯太远了。也许。怎么办？我们提示小天使不见了。我们提示小天使不见了。哦，沙野之歌哦，我听说沙野之歌好像是比较偏向于血腥猎奇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没有玩过啦，但我有听说过这款游戏哦，甚至以前好像曾经有想要下载过，但后来是因为血腥，我就那个之后哦。我那时候帮你玩的时候好像是，对，我两个都达成啊，只是你那个作者之屋那太夸张了，你那作者之屋我真的没办法接受，那就是跳来跳去，我不知道我花多久才成功的。好，我接下来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很好奇那是款什么游戏吧，所以我就有去下载。等一下哦，我擦一下我眼睛脏了。
我现在是看不到字的话情况哦，除了看到我自己打的字以外，就是用在那个右下角那个。赶快打吧，你打算打给谁？赵光。学姐。What the fuck？学姐，学姐还分身术啊！我操！三只太过分，三只太过分，四只，够了哦！不要哦，你以为现在怎样？引分身之术哦！路人路贼强壮了。到底？太多了。你都看到我脸色发青，呵呵呵，只有选择几个，纯粹看剧情走向哦，是哦。什么了？